来，四号二踢脚，你说你唱歌威震四方，我也可以，你唱两句听听啊。行，可以。唱山歌这个一点毛病没有，正门镇住你吧，镇住 了。你知不知道在相亲的时候有一个姑娘隔着河给你唱这首歌代表什么？代表黑妇女。哦，那你能不能回应两句啊？对呀对呀啊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赔上了一切，超值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都想用诗对隔绝世界。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。谢谢谢谢。人俩这两首歌心意很明显吧？是。山歌好比春江水，表达姑娘的浓浓的春意。对呀，小伙说了你是我的王妃嘛，但是最后还是很聪明，手势指到了16个啊，都有名了，哪儿的姑娘心眼最小，全是练的姑娘心眼最小啊啊，千万不能有指向性。十号彭玉，那个你说你这个工作是一个酷炫的炫酷是吧？你说，但我总感觉你这词儿是反的，应该说是酷炫。然后我说一下，就是我为什么要发言啊？因为我前段时间在那个四平万达吃铁板烧的时候，一个铁板烧大厨，然后可能就发挥的太忘我了，火苗起的老高，但是他可能忽略了万达广场这个设施，触发了烟感系统，整个饭店呲水了，然后我们就所有的顾客被水给淹了，我就护住那一个盘子，所以说我点面等了，因为这印象不大好，我不管了，反正我最酷。彭玉的意思是铁板烧这个职业会有危险是吗？不是很酷。这工作还不酷吗？你看刚才那个刀玩的，关键他呲水呀，那不行。你今天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刀法吗？今天有点那个没受伤了，就是昨天晚上吧，啊，给那个客人做菜，然后那个锅的边儿就把我这个手给那个创伤了，还不小心割伤了，缝了3针。本来就是准备的好好的，今天准备给那个各位女嘉宾表演一下，但是今天很遗憾，对不起。我们导演说了，拍过这么多大厨，就他表演的那个刀工确实超帅，那个刀能在上下飞。反正你也表演不了，我可以吹一下，上下吹。上下可以。十五号金凤，你觉得工作怎么样？帅不帅？我要不看短片的话，我还以为他是烤鱿鱼的呢。你给他解释解释，咱这个工作跟烤鱿鱼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技能上就是我能玩刀，他玩不了。他都玩的铲子是不是？夸夸夸劲儿剁是吧？来看第二个短片。当铁板烧厨师当久了，我就特别注意卫生，每天手得洗好几次，铁板得擦好几遍，所以以后我的女朋友千万别邋遢，我害怕。对于彩礼呢，我给彩礼呢，我还没准备，以后我会慢慢挣出来。黑龙江的彩礼呢，我觉得比较正常，黑龙江的彩礼是这样的。吉林的彩礼是这样的。辽宁的彩礼是这样的。辽宁净整没用的，我喜欢大眼睛的女孩，像景甜一样大的最好。
大眼睛的女孩眼里的世界都是美的，大眼睛的女孩脾气也都不差。如果你是小眼，整形成大眼的话，我也接受。原谅哈托爷，我就想说，为啥长得帅的会唱歌的都23呢？上一期有个小伙是吧，我挺相中，这一期的小伙长得挺精神，唱歌还好听，咱也是23呢。我生的太早了，他岁数太小了。我俩比他大几岁啊？我29，他23，他6岁。我就不相信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没有30来岁唱歌好、气质好，然后长得还帅的。有没有什么大表哥呀什么的？你有哥吗？我没有。有没有？我哥的朋友今天好像来了，就是在那个在第二现场。对，单身吗？单身，但是他戴眼镜，你看一眼要不？年龄多大？年龄好像不到30，但是有30的范儿。会唱歌不？也会唱。也会唱歌。哎呀，你们俩成了。就是身边有这样事，能不能让他来全程热恋，解救一下我们大批大龄女青年？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。二号高宇，我也是小眼睛啊，我觉得小眼睛挺好看的。而且小眼睛性格也挺好的呀。是，关键这就是我这个性格，就是稍微能喜欢大眼睛的嘛。但是小眼睛也可以接受。你好像不是因为性格上喜欢大眼睛的，你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也有点小，为了后代。为了后代，你看看他一点不会转弯啊。一号兜你给点建议，你觉得呢？孩子眼睛大小那得跟爹的基因有关系，你基因不行，种出来茄子你还想长出来辣椒啊？那有的也随妈啊，有的也随妈啊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老小子，你这一杆子打死一船人呢？辽宁的咋的了？辽宁的要彩礼就要那么狠呢？怎么的跟辽宁的对象受过伤啊？可能有一些习俗吧，那有些地方可能就不一样。不是，那我就想说一下啊，就是在此这个彩礼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好多遍了。我们家的这个彩礼问题呢，就是，我妈说了，看男方条件，你要是有能力给10万呢，咱家就回10万；你要是有能力给20万呢，咱家紧巴紧巴就来20万；你要是一使劲给100万，我就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，我就回100万。但是这个钱呢，双方的老人呢，可能就占不上，都得是小两口自己的，就是你给我拿多少，我给你回多少。这样行不行？这也没毛病，真行真行，这行啊。说的我无言以对。我就是小伙，我就想告诉你一声，别老搁那地方一杆子打死一船，辽宁的招你惹你了。一句话就把辽宁人得罪了。